哎、欸，太近了。我们先给那个。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好，我们先给那个司马礼哦，掌声啊、哦，掌声加尖叫。他是真的，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状况跟问题，很辛苦。然后自由啊，是那个又不自由，要突破那个框架，才是自由。我今天发了一个文，对，他今天发了一个文，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可以吗？可以解释吗？太沉重，太沉重了吧？好了，就是要有纪律才有自由。你看这多沉重，这场地。真的，我同意这句话。我也同意。就你平常上班，这个才是真自由。对啊，如果你都不抽烟，有没有突然可以抽烟的？哦，好爽。对，这很像是一种就是感受自由的方式，就是你可能感觉到自由的自由的风，自由，自由的风。好啦，大家没对，好，大家可以追那个司马礼奥的粉丝，不要再讲，就可以知道那个思是斯文的思，你这样会让人家误会我是做的常客哎、欸，你是啊，礼是礼长的礼。马是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马，哇！傲是傲是傲傲傲礼拜五的晚上傲，然后没有三点水。对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这一首呢，应该算是作得好友最大编制的一首歌，因为我们其实作得嘛，它其实就是跟客家话有点关系，所以我们其实。刚开始的开场歌选的是客家话，然后我们这一个首歌的歌曲，我们用了一个他妈妈的乐器，他妈妈在学的乐器，这到底算不算客家人的乐器？应该就算是一种东方乐器吧。对，然后再搭配这首客家歌。对。然后我跟你说，我们做的好友啊，之前有几个成员呢。因为我上次我跟帝华我们在以前那个坐的空间，然后他就说其实他有二胡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拉二胡，然后坐的好友一群人，他们就去报了二胡课哦，他们上课上了一阵子，后来只剩下一个人在坚持，就是我们的小言谈，掌声欢迎他，掌声欢迎小言谈，他到现在都还有在上，而且他还买了一支二胡，你不要看他这样，因为唱日文，然后又会念口白的。他还会拉二胡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嘞，真的就这样而已嘞。然后我会拉二胡，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啊，阿公会拉二胡，然后是凭记忆，在家小圆台的教学，真的很教强哎，他都不用去上课，他就会拉了。然后我们那个上课上很久的就还好而已，可是还是有点变音啦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是也不是第一次合体拉二胡了，因为上一次我们 girls 女生的时候有拉过，那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。对，然后拉什么我其实我也忘记了。那个就是跟圣诞节有关的歌。对，然后这首歌他们等一下要唱的就真的是二胡的歌。对对对，你们去听那个，其中你们就在 YouTube 打这首歌，你就会听到二胡的版本，跟我们唱拉的比较好听。我们拉的比较好听。对，一定是啊。因为他那个 key 有点不准。一定是啊，比较好听。所以你们要就是是我们的哦，你们要记得是我们的哦。对，而且重点是这首歌呢，点得到。哦，你是说这首歌点得到？你说练歌房点得到？对对。初一招，初一招，对对对，这首客家歌不是叫十招歌啊，没有，它其实可以叫十招歌，也可以叫初一招哦，对，因为它第一句话是初一招，它是讲初一到初十的初十，对初十，所以这首歌很长，大概20分钟，因为这时候你们可以去上洗手间，对，可是很精彩哎，那不要走开，因为听得懂客家话的人就知道里面的歌词真的很精彩。我也是想象的，因为我真的听不懂。有点那种夫妻之间的那种很欢一些日常啦，一些对一些很欢愉的状态。什么？因为我有唱其中一对，就是床怎么样啊，水怎么样，火怎么样，饭怎么样，菜怎么样。对，就是一些生活。其实以前的歌都这样子，我后来觉得，就是以前的歌都这样。比如说我去工作，然后我就唱什么歌。对。
工作歌，去采茶，有没有传统歌？采茶，传统歌也是这样，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，其实大家都是这样，只要是人都是这样。对，那、啊、现在我们就比较多小情小爱，所以会很多小情小爱的歌。对，对，因为爱情，因为爱情，对，或者是苹果花，对，或者是苹果花，如你一般的热爱这种。对，不让你的眼泪陪我过夜，对，最长要放到后面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？十字步，多字步。对。啊，因为这个没有格啦，所以等一下会我们会踩一个就是类似的音，可能会有点这样。好，那就是。对，大家放松心情。好，那开始了吗？好。很好听，对，是对，就是很想哭，对不对？你们要以前客家人真的很辛苦，然后到现在有的刻苦耐劳的精神，就是因为二胡的关系。真挚的情感。Oh,